新店地震事务所行动一郎，本期邀请台湾茶书画教育艺术协会理事长王阿勉举办2020汉末大地自然之美山水油画个展，展出期间从即日起到9月30号为止，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新店地震欣赏花鸟山水之美。新店地震事务所行动一郎新一季邀请了台湾茶书画教育艺术协会理事长王阿勉举办2020汉末大地自然之美山水油画展。王阿勉老师目前任职于乌来国中，在空闲之余学习书画，加上常年推广茶道，因此有茶道艺术家美称。他先后在水墨、工笔与书法领域跟从多位名师，也从中树立出自我风格。因为师承了几位师长，然后有工笔画大师张克奇，所以我就是在意境跟写实当中呈现我个人作品的风格。王阿勉老师的作品崇尚自然花鸟生态，山水奇山异石。由于居住于乌来，近年来也以当地的山林风貌为题材，展现乌来地景风貌。另外，他也经常出访世界各地交流写生，以细腻笔触及墨彩展现出自然山水之美。因为我本身是教育，还在上班，所以我是业余画家，我画的山水自有我自己的风格。那我标榜的是台湾山水在地画，生活意境有美感，所以我的画呢，在写实跟虚境当中呢，呈现我们台湾人的风光以及文人画派的特色之美。新店地震事务所主任廖菊荣表示，地震行动一郎每一季都会提供各界艺文朋友展出作品，希望借此营造优质友善的洽公环境，为民众提供欣赏各类艺术的悠闲空间。我们新店地震事务所都很希望推广相关的艺术的活动，那也让我们办公环境就是产生一个很优质的场所，然后也让洽公民众可以做一些休闲的一些场地。这次的展览展出期间从即日起到9月30号止，地震欢迎民众前来欣赏花鸟山水之美，同时也诚挚邀请各界艺文工作者、艺术团体与学术单位申请展出。记者陈平、陈文琪，新店采访报道。